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康康秀又来介绍台湾马盖先背包系列。今天要介绍的是模组化配件的长针腰封的组装方式，也就是将这个腰封能够装在你的马盖先背包上面，然后分散您背包的重量，而平均在你两边的腰部的垮部的位置，好能让你的背包装载更多的东西，这就是腰封一个好处。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单独的使用，那结合你的胸挂啦，或者是全副式的胸背带啦，或者是 H 带啦，都可以。这是马盖先的魔幻长针腰封。首先第一个要展示的组合方式呢，就是马盖先的20寸开拓者背包。那这个背包后面它就有做一个腰封的夹层，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呢就直接穿过去就好了。那它的D型的扣环呢跟重型挂钩呢，看你要不要锁在腰封上面，然后这看个人。好，那这个就是D型扣环，那不锁也可以直接在背包上面。那腰封呢，我们就把它翻过来就可以了，就直接插进去就好了。腰封这边呢，它上面呢还有那个隐藏式的一个口袋，里面把它稍微整理一下，你会比较方便穿这个东西。好，拉过来就可以了。它这边就有做一条缝线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缝线呢再对齐一下，调整好你的位置，拉一下，像这边应该就有卡住了，对，拉出来，没错，我的腰，对，卡住了 ，OK， 好。啊，这边两个刚好，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顶在你的腰部，可以让你的腰部呢会很舒服，配合腰封过来。那背包的重量呢往下压的时候，你这边分担你的重量。那背包底部呢这边呢也有它的挂载点，好，你可以结合它的魔幻的配件系列我们的万用轻型钩或者是织带或者是束紧带，可以看我上个视频，这边还可以再挂载其他的东西。建议你在打包所有你要背负的重量背包里面再来做试背，然后腰封的位置再来做调整，还有你肩带的位置，好，在这个位置。那肩带呢有做好多段的可以调整，好，这样子呢会比较准确。OK， 好，就背上去了。好，你可以看到腰封就在我的胯部这个位置，这一块骨头。好，那有些人有腰身了，那男性可能腰身不是那么明显。好，你自己抓一下，好，锁上去，扣起来，往前拉。之后呢，再拉你的肩带，往下拉。好，将你的胸带呢再扣起来，往旁边拉。好，这可以做调整。这样子你可以看到你的背包呢算是贴附在你的背上，然后你的腰封呢就在你的胯部的位置，这样子呢你背包呢就可以装载比较重一些的东西。好，这个呢它有五段式的调整。那马盖先的魔幻系列现在都是采取多耐福的 U 型快扣，好，是蛮好的一个东西。我们就很简单的把它给取下来，那我习惯性呢就是大拇指呢顶出来，好，让这个挂钩的头拖出来，然后呢我的食指跟拇指好像一压，轻轻的一拨，就可以解开来了，很简单。那我今天穿最下面一格，我刚才是穿第一格，好，在这个位置，我现在穿最下面一格，穿上去往上一压一拨，好，就好了，很简单。那另外一边我们就换另外一只手，好，因为我已经拨好几次了，习惯了，对，好，一样，好，那个拇指跟食指，好，一压顺势就把它拨开来了，就可以抽出来了。然后我们再锁最下面一格，好，一样，食指压着那个钩形环，大拇指一拨就好了。好，那我从这一格移到这一格，几乎移了一个手掌，等于说背包应该会往下一个手掌。我们再来看看，哎呀。哦，好，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啊，我们的插口扣起来，肩带往下拉，啊，哦，这边就感觉不舒服了啊，然后整个背包就往上提了，几乎我的胯骨在这个位置，那几乎往上移了一个手掌，对，跟那个上面一样，这样就不对了哈，所以说这个上面可以看你个人的背长来做一个调整。好，像我应该是调这个位置会比较好。
第二个就是19寸的潜行者，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背包。那这个背包呢刚被我女儿拿去用，所以装了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臂章，它没有做那个腰封夹层的，这边是完全没有，就是一块布。那它这边呢要结合我们的长针腰封，你就必须要有两个 U 型快扣，就是这个去组合，好插在这个位置跟你的腰封去结合，字体朝前面，然后转一圈就下来了。好，那腰封的位置呢，你可以看这里，这个呢是 D 型织带，织带呢退一格，这个位置呢就是结合在这边的地方，让我们的 U 型快扣先穿过织带。好，再让我们另外一边呢穿过背包上面的低扣环，好，大拇指顶着，好，这大拇指顶着，然后食指压着，让那个我们的低环呢很靠近，然后食指呢，好，轻轻的把弹片往外一拨，然后大拇指往那个 U 型快扣的另外一个头压下去，哎，就进去了，一样穿过我们的背包上面的低环，好，一样食指顶着穿过去。这边就有点紧了哈，稍微拉一下，大拇指顶一下，然后呢一样食指勾着弹片，大拇指往下压，然后这只手很重要哦，一个大拇指顶着，然后让它往里面压上去，因为有时候你低环把它撑开来了比较难压回去，我们就一样往里面一拨一扣就好了，很简单。好，那这个背包就组装完成了。后面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组合起来的，这两个地方，那有的人会组合，有的人不会组合，好，它的空间也还够，要组合也可以，好，就直接穿过去。好，有没有穿过去了？好，一样，我们的大拇指抵着，好，我们的食指呢勾着，然后弹片往上，大拇指轻轻一压，哎，就可以了。那这个地方呢是让你穿那个束紧带的，好，可以做被打包的。那一样，我的大拇指抵着，好，然后呢食指压着那个头，然后大拇指呢往外一扳，嘿，就锁住了，这样子呢就很稳定的，好，去组合了你的腰封了，有没有在这里啊，这边就组合了。好，那旁边呢，好，背包的重量呢已经借由这个 U 型快扣，好，传达到我们的腰封上面，解开来，这个是重型钩环，多耐服的。 OK， 好，又组合完成了。 OK， 这个呢是19寸的潜行者背包，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背包。 OK， 好，一样呢要在我们的胯部的位置，好，先锁定胯部的位置，再来调整背包，还是一样建议好装载重量。 OK， 这背包好像因为我女儿背过，我女儿的背长没我长，所以我背包好像要再往下调一点点的感觉。嗯，果然，好，整个背包就往上提了，有没有，整个就提上来了。好，所以我要放松一点，将我的背后肩带调整一下。好，在这里，好，这是第一格，第二格，第三格。那好，那我们就一样把它解开来，一样食指大拇指一压，你看好你在哪里，在这 ，OK， 好，出来了。我这次选定最高的好了。好，一样，大拇指一压，压下去，食指一勾就好了。我们再来背背看。啊，你看看，就舒服多了，很自然的就到我想要它的位置了，就在我的腰部胯部这个位置。那你的背包呢，就很自然的贴在你的背上。那你这边要再负载比较重的东西啦，或者是其他的物件啦，甚至有人会携带重型的开山辟野野营器具啦，就可以了。好 ，OK， 好，我们的腰封。不错哈。
接下来要介绍第三个，也是他2023年推出来的20寸突击者背包组合长征腰封。那突击者背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算是中型，但是可以多样化、模组化、变化的一个背包，所以我是觉得它组合魔幻长征腰封是最适合的。OK，那你可以在家练习一下，好像我的话，大拇指食指往上一扳，顺势一拨就，然后再一下就开了，很简单。重点是后面去顶着它，建议你的背包呢，先把它的负载全部拿掉，让你的背包呢轻量化、柔软比较好组装。那第一，将我们的重型挂钩跟第一环给分解开来，我们的马盖先呢转过来，往下一翻。第一个呢，就是要先结合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我通常会希望我的口型环都是在外面，这样子我的背包再去打包束紧带做外挂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就是穿过去这两边一插起来就好了。那只是看你怎么去施力它我的方式看个人个人的施力习惯，我是先穿过这个地方然后呢再穿过腰封，这样子手顶着，对，这边夹着织带，手顶着，大拇指跟食指一个轻轻往下压，顺势就拨进去了。这看个人了，看你个人的施力习惯，有多组装几次就好了，反正好玩嘛，对不对 ？OK， 这边就要稍微的一点技巧了。OK， 好，一样穿过去了，就是简单的穿过去。我是大拇指都习惯在后面顶着它，让它头出来一点，然后呢食指大拇指一压，顺势的一拨就进去了，字翻过来就是在正面的这个。因为有时候我组来组去，有时候都是靠习惯靠直觉，所以有些有点不见得跟官方网站讲的一样。腰封的第一环织带的里面这一格在这里，我们就穿过去。OK， 再穿过我们的背包的低环织带。好，那这样子的话情况之下呢，刚好我的右手可以拉着这个地方。好，那我的这边 的 U 型快扣呢，弹性靠近我的那个腰封，然后大拇指呢顺势把弹片拨过来，一压就进去了。OK， 换另外一边。穿过去，好，我这个弹片呢一样是喜欢先穿它了，再扣住我们的背包上的低环。这个如果说你有时候施力不对就是说它太靠近低环的时候你是压不进去的，所以你要稍微的往低环拉高一点。那另外一只手指头把那个 U 型快扣往下压这样它才有空间，然后顺势的就进去了，就这么简单。好，将我们的重型挂钩勾上我们的腰封。好，将你的包包呢，所有能装的，你想要装携带的全部都装在你的背包里面。就是你模拟你在登山的重量，这样子呢，在做你的腰封跟你肩带的配置的时候会比较正确。好，那我现在的肩带呢是在最下面一格，那20寸突击者呢还有五格可以做调整，1、2、3、4、5。好，我们来看看，这样子一定是不够，背包背上去。好，你可以看到我这样一背上来，我的背长跟我这边背包上面的扣那个第五格的那个段位就不一样了。我的腰封太在腰上面了，没有在我的胯部，等于说在我的肥肉这个位置。当然了，简单来讲也是有一点点的分担重量，但是并不是正确的位置。好，你看我的腰封一绑起来，就在我的肚子上面了，好像不大对哈。有骨头在这里，所以我们就要将我们肩带，又是 U 型开扣一样，大拇指伸出去拨出来，没扣好，织带往上让它露出来。 OK， 一拨就开了，一样拨到最上面好了，省得以后再调整。好，OK， 也示范很多次了，我就不再仔细讲了，有空自己去练习。好，背包背起来。哎呀，
这样一背好感觉就舒服了。为什么？因为我的腰峰很明显的就是在我的腰部，我的胯部这个位置，这样才有效分担重量。好，当然你啊，如果背包很重啊，你还要搭配一下登山杖，走路稳一点。 OK， 好，哇，很贴哈，舒服了，可以看到我的肩膀的位置啊，舒服舒服舒服，让背包好感觉好像是粘在你背上的感觉。哎呀，好，松开来。哎呀，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就是介绍模组化配件，好，腰封组合你背包的方式。我介绍了三款背包，好，开拓者、潜行者跟突击者。那请持续订阅我的频道，点赞、关注，谢谢。